赞助。真的是为了想听到我的答复才来的吗？没，是因为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当然也想知道答案。不对，因为你和我从前的恋人长得很像，再加上你是大明星，我才放心。我现在想要告诉你，我讨厌你。一瞬间也好，你就没有喜欢过我吗？一瞬间也好，你就没有动过心吗？抛开从前的恋人，单纯的只是我，从来都没有过吗？想知道我的答复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那现在你想要我怎样做？我希望你从我眼前消失。为什么你说这些话？我总觉得你在撒谎呢。停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真的那么想知道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是外星人。怎么样，还想跟我在一起吗？这样就可以离开我了吗？杜明俊，400年也好，3个月也好，1天也好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够了。你这个腕儿吧，这还真是塔，比老板一整还真是塔的。哎呀妈呀，你以前
前的对象，是不是隔壁村的慧芳？就慧芳那大饼子脸，跟我长一样样的。你说，是不是跟我长一样样的？是不是跟我长一样样的？干啥动手啊？站起来，起来。我问你，你臭冷子，你就没合计过我？一点儿都没有？你撇开那大饼子脸，就我个人，一次都没有，从来都没有吗？妈吃个牛肉面来回说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我瞅你啊，贼膈应人，一边打开。行行，你个小样儿的，你跟我搁这等着哈，我回去找我哥，我弄死你。哎，等会儿。哎妈，咋的了？后悔了？汽车撞墙，你知道拐了？股票涨了，你知道买了？大鼻涕流嘴里，你知道甩了？现在你让姐等会儿了？晚了。对。走了，给我站住！小燕定住了，不嘚瑟了，耍呢啊你？还说人会绑大饼的脸，我瞅你正有猪腰子脸，我都没说啥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刚才给我定那儿了是不是？哎呀妈呀，你还会腰绑呢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哎妈，被发现了！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不地球人，我吧从那块来的。树杈子上吗？啥树杈子呀？外星人，不地球人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都敏俊。干啥？都敏俊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都敏俊。干什么玩意儿？都敏俊。你是一个，你是一个。